为你提供实用百科知识、小常识、小智慧、小窍门、生活小百科，陪住你一齐为生活增值。各位听众你好，我是来自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的谭旭谦医生。咁我系一位小儿外科嘅顾问医生。我哋小儿外科咧喺香港嚟讲咧，好多家长咧都未必认识嘅，因为我哋人数咧都相当之少嘅。喺公营同埋私营里边加埋咧，可能都系讲紧有20多位嘅小儿外科专科医生嘅啫。工作咧，我哋就系集中系帮儿童处理一啲手术嘅问题嘅，包括初生婴儿嘅手术啦，或者一啲大啲嘅小朋友佢哋嘅肠胃啊、泌尿系统嘅手术咧，都系归入咧我哋小儿外科服务嘅范围嘅。咁由于我哋人数比较少啦，所以好多家长咧，当佢哋嘅小朋友仔女牵涉到做手术嘅问题咧，可能都未必咧懂得去揾一位小儿外科专科医生。咁喺度咧，我都鼓励香港嘅家长啦，如果你哋嘅仔女系患上一啲疾病咧，系需要考虑到做手术嘅问题嘅，咁希望你哋咧都可以咧咨询一位小儿外科专科医生嘅意见，同埋寻求佢哋嘅帮助嘅。生活小百科，陪住你一齐为生活增值。